这他妈的太狼了！周燕，你背叛我！既然你都看到了，那就省得我通知你了。露露是乔氏集团王经理的女儿，而你就是个乡巴佬。而且他给我买了一辆10万块钱的车，你买得起吗？你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都抵不过一辆10万的车。乡下来的贱货，给我提鞋都不配，识相的滚远点儿。以乔氏集团的能力，我能让你在整个江城连扫厕所的工作都找不到。乔氏集团王经理的女儿，还真威风。怕了吧？怕了就别啊！怕了？亲爱的，土包子，你知道昨天我们王家的后果吗？你们这算个屁呀！哎，不许打！别！我打！哎，美女美女，300万元的头牌，你了解一下。头牌选秀。这什么样的头牌值300万？我们的男公关比顾氏总裁还要帅气威猛，你确定不去看一下？去，嗯，去。记住了，服务是宗旨，顾客是上帝。老板好，老板好。Vibe with us, it's all about 2 guys and hot girls. Yeah, keep it up, keep it up. 2-step with me, come on, let's do it, do it, do it like this. 可以。他似乎不太喜欢你。你们接待男人吗？都可以。可以。好。1、2、3、4，你们四个到顾氏酒店顶楼。给我接待顾氏总裁去。你还能不能喝了？我还能喝。我的话，就他了。他不是，他是顾氏的。顾氏总裁看上的我更要了，加500万，往房间去。